我们来到了博朗大道，阿玉，你有看稻田吗？这里都是稻田，博朗大道，这是稻田。这里有一个荡秋千可以拍照的景点。好冷哦。很大的风，风很大，头发都吹飞了，很冷。夏天来应该夏天怎样？六月到八月来会很美。啊、哦，因为都是稻田，嗯。怎么了？走了，有车。啊，穿外套。牵手哦。哇，好多车哦，铃铃铃铃铃。对，有车子。应该找到底，因为我看到前面好多人哦，一群人，可能那也是拍照的什么地方。我走回去看啊。那边一群人。我打电话给警察就好了啊。